刚才有那个很难过吗？就有点触动，对啊，我觉得是感动吧，然后当然也有点心酸的感觉，对啊，如果就是他在的话，他应该也会参加，一定的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而且那首歌很热腾腾。才刚做，就是很就感觉好像还在昨天的事情，就是总经理赵总工说，哎，你帮我们创作一下这个 jingle， 然后他还录了两个版本，然后还跟我讨论，然后 你也知道艾辰他对于音乐是很执着的，我通常不太会去插手或者是去跟他说，哎。宝贝，我觉得这边应该尾音要上扬比较好，因为他原本创作是尾音是比较下，就是尾音是往下的。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，我觉得20周年，然后重新出发，应该要很有 power， 然后很有希望、盼望的感觉。你再做一个尾音上扬的版本，让我听听看好吗？我还用这种方式跟他讲，不然他那种就是艺术家、创作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质疑我的作品这样。对，可是他就默默的又跑回房间，他把都已经寄给公司了，然后要默默的进到房间，然后再唱出一个版本给公司，然后后来公司就选用了这个版本。对，对啊。你们家食欲有比较好了吗？有，我胖回来1公斤，胖1公斤，所以现在是46，好，很好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差不多。你说市井好吗？对啊，有听说要准备了，但还没开始进去。那你觉得说状态、体力上面可以见到？我觉得，出道22年不是出道假的，因为其实，在当中我也已经恢复很多宣传活动嘛，然后我也会问自己说，哎，你刚刚的笑容啊，你刚刚的应对啊，然后那些接话啊，是真的是我很发自内心的想要，就是你会进入好像上车的感觉，就你搭上这班车，你就会一直往前走的那种，不是刻意的，而是我觉得我们从小就，我14岁就出道了嘛，就感觉好像从小就已经被训练成这个样子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而且我本来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。然后因为小时候我阿妈去世的时候，我也还在拍戏，所以我就记得我那时候还是53日前，就是还没拍戏之前，我还是在那边睡棚哭，因为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。对，然后那种感觉很熟悉啦，但是就当然因为那时候很小嘛，跟阿妈的感情跟当然跟艾辰的感情是不太一样的，对。但就会鼓励自己，那个时候可以，现在也可以，将来也一定可以，对。OK，加油！然后大家有在讨论说有关艾辰自己的继承状况，哦，对，好像他国民本来就有限定继承的权利，不管你怎么，就是不管你要不要办，就是本来就有这个权利的，对啊。但因为其实他不是本国人呐、啊。所以 这部分的一些细节都还要让律师，我已经有交给律师来处理了，因为跟我需要负担到他的负担。嗯，因为他不是本国人，所以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方，就是不一样的问题。对，所以而且其实，应该说整个公司有3个股东，不是只有他一个股东。艾乐莎，艾乐莎有3个股东。对啊，所以不是只有他一个，都要排在清单中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就是要持续继续做下去嘛。我觉得公司有一些负债是很正常的吧，因为就是在运作中啊，周转中啊，对，所以很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嘛，因为大家都没有问到我这个问题。可是我觉得艾乐莎是越来越好，所以现在就是还蛮稳定的，其实都没有变呢、欸，就是反而是更我发现更多人就是来看艾辰啊。然后更多人知道这个马来西亚，我们是用心来做这个料理的，然后更多人来支持，这样，对啊，也有比较多订单，嗯，有店里的生意有比较好，对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